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平常珠宝钻石大家知道长得很漂亮，但是你们应该没看过他们的蜡模哦。蜡模也就是很多师傅工厂在使用的，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它这有非常多的洞洞，这个是要装钻石用的，它可以把钻石镶在上面。那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真金真钻石 8K 呢？我们首先呢，这个蜡模它是可以无限定做的，那它是用一个射出成型机。正式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抹上液体的石膏，然后去烤嘛。那因为温度过高以后，这个会融化了，那中间空出来的那个洞哦，就是戒指，我们就可以灌 K 金进去。啊 ，K 金都是一条一条的放置在买卖的哦，因为小小一钱就要台币六七千的嘛。然后再把 K 金灌到那个空洞里面，把 18K 真金出来，冷却以后再把镶钻镶上去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珠宝钻石的作品。大家很少机会看到蜡模，如果说你是在做珠宝买卖的人，他一定自己一定会看的啦，不就是洞而已嘛，妈的大洞小洞哦，就是男生很懂的这种东西，对洞很有研究哦，所以你们有时候一看哦，这个模子哦要用几分钻几克拉哦，这个洞这样子钻放下去好不好看哦，就可以用想象的。厉害的人呢、好，大部分做珠宝人都是可以从看蜡模然后想象出他 18K 金长什么样子的。是爸爸周先生。这是爸爸没空陪你耍废，生命都快没了还管他这是多贵，强到不行快给我水喝 ，My God， 迪克萨克派对上我的车 ，Bad bitch on the bed， 他是他妈妈是我的 fans，I'm the man no money the bad but。